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1月13日 ,C 朗首次无缘 FIFA 最佳候选。FIFA 官方公布2022年度最佳球员14人候选，利安努美斯、卡莲宾森马、基利安麦巴比、艾宁夏兰特入选，然而基斯坦努朗拿度无缘。据统计，这是自2016年该奖项创立以来，基斯坦努朗拿度首次无缘入选 FIFA 年度最佳候选名单。基斯坦努朗拿度曾在2016、2017年获得 FIFA 年度最佳球员，2018、2020年第二，2019年第三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